先看视频。在我们海边呢，这海鲜丝比大白菜都便宜，就是我们自己家打捞上来的海鲜丝哈，我就要两大口吃，因为这个海鲜丝太便宜了。我看你这个视频是完全两段不同的呢，到底是谁的海蜇丝呢？不过你们俩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海蜇很便宜，比白菜还便宜，所以说我就想试一下，买回来了，99块钱十包，拆了，一包两包，再图奖励1元。即食海蜇配料是盐、蘸海蜇、水、白砂糖、食用盐、食品添加剂，还有调料包，拆了。不是海蜇丝啊，这不海蜇头吗？倒出来，这水也太多了吧，来两包吧。这是白花花的一片啊，有没有吃过凉拌海蜇的？它到底是荤的还是素的呀？其实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水母，水生无脊椎动物。我去把它洗一下吧，我看它那个汤也太多了，洗一下。Later。就剩这么点了，两包20块钱，真的有这么贵的白菜吗？我们加点它的调料，拌一下啊，拌一下。我这样看是真没食欲，你们觉得好吃不？好吃的扣个一，不好吃的扣个二，给我上当了的。来来来，粉丝先吃。吃起来还可以，也不腥，但是也没什么味道，就是嚼起来嘎吱嘎吱的，有点筋道，它就是咸味儿，没有别的什么感觉。再来一个啊！我看它就是这种透明的，就感觉有点像鼻涕。看一下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呀？我加点辣椒酱。呀呀，现在感觉有点像黑暗料理了。整个来说，它跟我想象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是那种长条的海蜇丝，特别脆，既下酒又下饭。但是这个是皮有点点脆，里面是很浪很浪，吃起来就没有食欲。我感觉应该是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这个海蜇不行，另一种是我不行。